你就跟他挂机挂一天，平时你被他欺负过那些什么乌鸡水陆车迟国什么通天河，你跟着这个队伍一起刷，几分钟就带你出溜过去。他们那种号刷乌鸡国也就十来分钟啊。套路厉害，固伤的灵士，固伤的灵士，他们的装备可以随意的打固伤的灵士，因为装备的耐久度基本上只要一回合死的话不消耗。他们武器不舍得打腐蚀，因为武器的话施法就要掉。固伤灵士啊，固伤灵士，然后气血灵士，气血灵士，锐不可挡，也加固伤啊。投资也不是很高吧？这组号有会鼓五开号的吗？这组五开号能卖多少钱？看修炼，修炼只有攻修，就是为了输出而生的，没什么抗性啊。十分钟不可能，十几分钟应该差不多。哇，又他妈一万多，又他妈七千多，又他妈八千五啊，又他妈八千，又他妈七千九百三十六啊，直接就干飞啊，一回合直接一个号得一万的游戏币，加上一个分解符，五个号的话就五万的游戏币，五万的游戏币除以1250的比例，一下就是四分钱啊，四毛钱。刚才那一下等于在矿泉等于在操场上捡了四个矿泉水瓶子，怎么样？虽然这么换算啊，对不对？有点不太礼貌，但是确实，对不对？五开确实能赚钱，但是这帮人确实不是为了赚钱的。我觉得这帮人不是为了赚钱，赚钱谁自己炼妖，谁自己打出，谁自己进阶啊？牌面之王啊！攻击最快的一个工宠，然后加上一个129级五内丹啊，最强的敏须弥啊，这把用了两回合是吧？啊。